奇峰啊，今天想钓什么鱼啊？当然是那个啊，玳瑁石斑。玳瑁石斑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好吃。好吃。养颜美容，因为满满的胶原。哦。对。哇，你看这个浪。今天这个哦，就是他那个船经过。哇。哇，哦，恐怖哎。对啊。哦，第一次这个，你看，哇、哦，这涌乱七八糟的，吓死人。很船经过的，对呀、啊。我们要不要先在这边钓？好啊，就在先等它这个，对呀、啊。先等这波涌吧。这波流平一点。对呀、啊。你看。哦，前面有一个。小心。只要不会盖的就好。嗯。哦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第一杆就中了，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好的开始。哇！啊，小黄，小黄你又来了。小黄，我很怀念你。念你小黄、哦，我非常怀念你。这都成语耶。对呀、啊，共估的时候可是连小黄都没有。你可以不用再来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小黄雀鲷，虽然小，但是。前天打龟连这个都没有，来回家喽。该不会又是小黄雀鲷？哎，凤梨。哎，凤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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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。超王，这真的要超了。真的要超。哎，吃上钩哎。哎，这算不用超，等一下馋了。因为你怕下钩钩到你。凤梨耶。很棒哎！凤梨，凤梨，凤梨来了，很漂亮的鱼。今天用管腹基努五号钩。哦，什么在咬啊？哦，不来咬则已，一来咬就对、啊、就直接拖下去，好可怕、啊！哦，九捞，大九捞。九捞啊！哇，香菇哎，这很大只，这个老板娘超爱吃的，上次给他说好吃哎。哇，这只比上次那个和美大。对。哇，好大，破纪录！我、哦、来看看，这好漂亮哦。这差不多跟你上次钓的差不多半斤。半斤。对。嗯。哇、哦，你把它翻过来，另外一边看看。翻过来长得也一样。哦长这个样子，哇，很漂亮哎、欸！对呀、啊，你看还正吃哎、欸，哇，刚忘记抄网，哎、欸，对，没有开壶，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真的赶快要抄网啊，流血了，哇，赶快，是抄网，抄网，抄网，赶快抄网，哇，结果就扎到了，哇，还好吗？嗯，哇，好可怜呢、欸。是他可怜还是你可怜？他可怜。他可怜。哇哇！老板娘今天有可以夹菜了，他说上次给他这个好吃，他喜欢。被他说的害我们都好想。这目前是第一批，我们要加油了。第一批。对啊。啊、哦、没有，你的第二批刚刚是凤梨。刚刚凤梨。对。是我还在打龟，我没有，我要加油了。哎，很大只哎、欸！行，哇，漂亮！好，网子来。行，来吃上钩。吃上钩、嗯、哦，是比较浅，因为你刚刚中鱼的时候，我今天也咬一下。我今天的钓组很简单，嗯，就是。嗯，一个八字环别针八字环、嗯，因为这个是能替换的，嗯，能替换。对。然后下面一个主棒线，嗯，棒线25磅，嗯，然后这个支钩，嗯，就是20磅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圆签，嗯圆签，然后一个八字环、嗯、底下再一个钩，底下再一个钩、嗯，就这么简单。先两钩，嗯，两门钩，效果不错哎，很厉害哎，嗯，你加油吧。我也想啊，可怜。好。啊
是臭肚吗？你有感觉？不晓得，不晓得，不小。刚刚还以为挂地球，你知道？嗯。你得要卷一点起来啊！我已经卷起来了，才不会挂底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还擦水哦！哇，哇臭肚，真的臭肚！哇，哇，臭肚！哇，臭肚好大哎！抄网哦，你这个得要抄网。抄网，对，抄网。哇，哎哎，进来。哇，哦，这边臭肚都很大只哎，怎么吃到这么深呐、啊？哦，好可怕，小心哎！对啊，这么大的臭肚，真的，你看我手在这里，太可怕了，你看多大只啊，吓死人了。行，这就像人家说的那个什么脚那个什么鞋板，鞋板拖、那个、拖鞋啊，拖鞋臭肚、这个小孩子拖鞋，你小心不要扎到了，这还摘不到拖鞋。嗯，这应该是小 baby， 不对，就小学生拖鞋、这个、这哪是小，这很大只好不好？嗯，很厉害，三匹，今天都靠你了，丽妈加油！哎，我今天我在想，今天应该变打龟王了。打龟王啊？对呀、啊。不会了，不会、嗯，慢慢来。嗯，嗯，好可怕。嗯，要小心、欸。这种东西真的很可怕。真的。嗯、好，继续加油啦！加油！嗯、哦，这什么鱼？米妈终于中鱼了！中鱼！哦哦哦哦！哇，九六，赶快抄网！抄网！抄网！赶快抄网！哦，好肥呀、哦！这个肥得抄网了！我这么肥？这个大只哎、欸！这、哦、个真的很肥，这个真的要抄网了！你看，没抄网的话，勾你看，你看看它这没抄网，它差点快掉了、欸。这个就拉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就很紧了。哦，耶、yeah, yeah, ！开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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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捡，开壶了。嗯、我这边的比较快。开壶了。嗯，一只手先拿。嗯，你不要掉了，不要掉。眼睛盖住，它就不会挣扎了。对。嗯。嗯，好，好，抄网，等网子，哇，你看，这是很漂亮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，哇，很美哎、欸，哇，你看，比我手还大，真的，还大只，哇、哦，很漂亮啊，很漂亮，嗯，好，不错不错，进去了，免得它等一下死掉了，拜拜，不错，耶、yeah ，加油，小心臭肚。姨妈终于了，感觉没感觉哎、欸，又有又有，会不会是小黄来了？哎，真的是小黄，真的小黄，小黄哎、欸、不是，是猎豹，是列子，耶，它也叫是小黄。来看看哈、哦，看看这个猎豹，这只比我上次钓的还小只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它很漂亮，不过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至少比那个和美的大，对。比和美，和美那个、欸、和美那个才这样子的而已，对呀、啊。这我小时候最喜欢这种。啊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鱼？五颜六色的。可这个鱼我不敢，我就觉得感觉有毒，不敢吃。啊、小时候钓黑毛，黑麻麻的，好臭，丢掉，谁钓谁钓。嗯，把它丢回，把它放生。放生。放生，这必须得放生。好了，不要挣扎了。不要挣扎。你看，好，放生了。好，回家。回去。你看，好，碰到这一只哎、欸。丽妈刚刚换电池的时候不小心中到这一只。对呀、啊。这只叫做红颈拟龙头鱼。哦，还会出这个声音。哦，它就是、很漂亮。它这边有一条带。啊。对呀、啊。嗯，挺美的。它这是像你说的什么红色龙头鱼哦？红颈。红颈。红颈拟龙头鱼。哦，很美。你搞的你。哦，吃的肥嘟嘟的。对。嗯，好。放生了啊。对。
啊，啊，红那乌尾东来了，快下去钓。无尾冬，无尾冬。今天这个流太大了，实在是不好钓。不好钓。那个铅一放下去，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了。姨妈，今天不好钓啊。不好钓，一直挂底。一直挂底。对呀。一直挂底，主要是我的错，没有多带铅出来，下次应该都不会掉了，不会掉，下次应该带一斤的铅出来，一斤最好拿得动，一斤。刚刚还被蒙到了一条红尾冬，乌尾冬还红尾冬，应该是红尾冬，乌尾冬，应该红尾冬吧，搞不清楚，还肥肥的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就是落单的小鱼，对，只有一只而已。对，哇，这是水，哦，水，太带劲了。毛线，毛线已经被拉了差不多有40米了。刚刚一直脱毛，我今天忘了戴帽子。对，今天忘了戴帽子，结果跟老板娘借了一个帽子。这个帽子遮的面积是比较大，可是我觉得并没有现代科技来的凉快，越戴越热。加油吧！加油吧！那个水供应的，对呀、啊，看等个半个小时，能不能稍微趋缓一点，啊、就会有鱼咬。这是秋菇，这只比较小，这只比较小，这只小一号的，又一只秋菇，小一号的，这么小，这只放生吧，放生好了，这么小。波比鱼，波比鱼还是豆豆龙，波比鱼，炮弹，炮弹，这是炮弹，好可爱哦，这紫色很漂亮啊，对啊，你要多那个掰一掰，对，哦，好可爱哦，就是这种板鸡豚炮弹，哎，它的特色很好玩，有啊。它这个尾鳍哈、哦，你看它白色的，嗯，啊，然后后面那个两个背鳍、腹鳍，好有意思哦。肚子下面还紫色的嘞。对，这边还紫色的。神奇。很可爱啊、哦。好可爱哦，它很粗哈、哦。哎，对。嗯。你摸摸看它的皮。很粗啊。嗯。吓死人了，哎，这样会把它啄伤。还会灼伤啊？如果把它灼伤，是吧？啊，那是肮脏的。不知道。放生了。先放生了。放生了。好，乖乖。让它回去。放它回去啊。嗯，拜拜。它能回家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怎么不走？不走，不走就留下来了。不走就留下来哦。嗯。你真的要进网子吗？嗯，咬下去了，咬下去啊！它这个没有水压的问题。哎，对，它很厉害、嗯，很厉害。它现在只是现在还在头晕、哎，还在头晕。嗯，还在头晕，还在头晕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要。今天还好，还好早来，那天气太好，没有风，鱼都不咬，最后都不咬，啊、所以就要收竿回去了。收竿回去了。家的啊，你看、那个、还好，有这些鱼够吃就好。哎，你看，有这个大酒烙，酒烙、嗯、无尾冬、哎，还有那个秋菇，秋菇，
还有凤梨。凤梨。对。还在活嘞。这个酒酪还活的，眼睛还往下。真的啊。哦，还有那个臭肚，还有那个红那个叫红龙头鱼啊，对吧？哇，嗯，不错了，可以了，够吃就好了。可以了哦。对呀、啊，很好哎、啊。总比在和美打龟好。对呀、啊，你看对不对？哈、哦。对。嗯，这个球酪大只哦。对呀、啊，小心 哦。这差不多有半斤了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吃。今天没有钓到石斑。对对啊，今天水流太强，那个饵下不去，所以要石斑也很难，根本钓不可能的事。的哦、对啊，对，水流还饵都飘在上面啊。对啊，今天远方那个毛流向那边啊，哇，那个今天的流好可怕、啊，现在稍微缓一点了，也彻底不咬了。对啊，所以说算了，这个没有就回家了。几点了？现在啊，现在我看看，我们是。他八点下来到现在一点四十分，哦，也钓很久了耶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呢快要干草底了，所以说不咬了，不咬就回家了。好，回家，拜拜。来把鱼收拾收拾就回家了，就回家吃鱼了。好，那下次再见喽。好，下次再见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？还有，你不是有要跟网友讲，就是说有谁喜欢吃这种海鱼的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钓了，对，因为起来也不见得能活，那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，是不是就可以送给住家附近的网友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像比如说住那个中永和地区的话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如果你想吃鱼的话，你可以上我们的那个 YouTube 跟我们说留言，那以后有的话看看方便可以的话就对不对？你来拿，对，对对，你再来看约哪边中永和附近来拿，对，好。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拜拜。小黄家最高一家，他不叫大鱼小哈哈，哎呦呦呦哼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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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就是 V 妈钓的酒酪，然后这条就是我钓的 V 爸钓的无尾冬。今天做一个香辣糖醋鱼下饭，天气太热了。